来过来，汉来海干餐厅在高雄的鸡蛋分店也发生到涉案的问题，目前已经有52个人胃肠出状况。啊，原本休两天，今仔日要阁开始做生意，但是因为无爽快的人愈来愈多，所以业者阁休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。啊，调查了后，有风险的用餐的时段阁来扩大，包括到26号的下午茶、中昼茶、甲暗顿，以及27号的中昼顿。初步来研判，可能是青甲熟的食物互相来掺染，才来发生这届涉案的事件。因为想要吃海港自助餐，要提早排队等等。不过，即马自从传出食安问题，高雄孤单休困失控，食安的问题，予大家是真操烦。到今仔日透早九点，已经有52个人不爽快，主要是腹肚痛、走白，少数人会感觉变白、白头、白吐。同一个时间食饭，不爽快的人是哪来哪去？已有风险用餐时段，包含4月26日下午茶、晚餐及扩机。4月27日中餐，规件案件敢若是青甲熟的男男做伙，研判消费者可能食食品，包括青食三文鱼、葱仔鱼、沙参片。即马条电视是青菜沙拉、虾仁、鱿鱼沙拉，并个两个各色的香蚵化、金扇巴、海参料理等等。可能有花椰菜，可能有红萝卜，可能有冰块、拿花枝、绿茶，还有提拉米苏。生熟食交替吃的太多样化，那难免也会有可能腹泻的状况。像师傅处理到前中后都有去做一个把关。食过自助餐无爽快的人是哪？那车除了表层环境，业者宣布下个再休困两天。不过来看本馆这边情形，同款消费者不受着事件影响来这食饭。而即马汉来必须是空，因为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，卖强化内部检查，含加强员工教育训练。不过无论是甚物关心，害大家不爽快，恐惊短时间内业者在想办法合法收费，来挽回消费者的信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